我念，你听。高志华，男，35岁，重庆人，共产党员。在执行特殊任务期间，高志华同志滋生了麻痹大意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，擅自将地下联络地点暴露给无关人员，其行为有可能对组织及同志造成巨大影响和伤害。为教育个人，经组织研究，决定给予高志华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次。我暴露了联络站的地点。冰淇淋。就因为我给你送冰淇淋？对。你表明一下态度。我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送了7次冰淇淋，做了14次的稀饭，难道我就不能给自己心爱的人送1次冰淇淋吗？那组织跟冰淇淋哪个重要？革命和爱情同等重要。好，如果你继续这种态度的话，我想组织上可能会考虑对你的工作安排。那我问你，冰淇淋你吃了吗？我们革命为了一个冰淇淋呢？革命和冰淇淋又不矛盾，难道我们共产主义者只能像苦行僧一样吗？你接受冰淇淋，我就接受处分。你小心点。放心吧。你看，受伤了。你差点摔着。我没事。下不为例。好吧，我回去好好反省。科长，天龙，早饭有着落了吗？我正准备去食堂呢。还去什么食堂啊？下馆子去，我请你。走吧。走。天龙啊，在这吃顿饭得花不少钱吧？嘿，科长你就放心吧，这不是我掏钱，我舅给我报销。你舅舅？对啊，我舅是84师的师长。过两天要来重庆办点事情，提前包下来这个包间，所以咱们现在花的那都走84师的账。嘿，
咱们粮食这么多，太浪费了吧？哎，科长，你别管这个。说起来，我听司机们说，您的专车一箱油能用一个月。哎，平时没什么事儿，用不到车。哎，科长，你也太老实了。有道是，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。现在啊，这个世道，有的捞你就多捞点儿。嗯，吃。下次还一起吃吧。哎，哎，哎，怎么了？科长，难道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光少校，身体还没恢复就来上班了？我已经全好了。科长，那我去鉴定室了。去吧。真的没事了？我身体恢复速度很快的，再不出来走走，人都要发霉了。你把这几天的供党密电都给我看看吧。好。啊，龚少校。嗯，哟，我都快忘了，你还帮我洗过了。你帮我买了一个星期的冰激凌，我也该帮你洗洗衣服哦。谢谢。是我该谢谢你。你知道，人除了死亡，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就是在异乡孤独的生病。我无助地躺在病床上，就像漂泊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，所以我要谢谢你。光少校，我们是同事，应该的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了。啊，拜。进来。副处，你看这个，延安来的密电，咱们的人已经顺利的进入了共党，军委二局还打入了联防司令部，有两个人在陕西省委，还有两个进入了边区保卫部门，还有绥德专属、陇东专属，这些全是咱们行动处汉中培训班的成果。好啊，四一年种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了。哎呀，是啊。你把名单一定要保存好，白雾小组出事以后，戴老板就没有露过笑脸。放心，我在名单在。你知道上党战役吃了亏并不是什么坏事。是啊，也不怕跟共党撕破脸。有长进。喂，徐秘书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大家准备一下，马上开会。哎，上党战役是日本投降后我们对中共的第一战，可是这一战打得不尽人意呀，阎锡山90000大军整整损失了30000。处长，这仗打得有问题啊，这阎锡山的部队已经深入共党解放区了，共军不是独自战斗，他身后还有无数的老百姓呢。现在签订了协议，局面会不会好一些？嗯，这里不是国防部，我们还是讨论自己的事情吧。啊，诸位，你们都看看这份文件，这是蒋委员长发布的剿共密令，你们科务必在今天编译成密码，发放到各个站。明白。原件送回国防部归档，你们抄一份备份。为了保密，不许带走一张纸离开这个会议室，就在这里边。
高志华深知这份剿共密令的重要性，他的下发势必会引起大规模局部战役和针对地下组织的攻击行动，必须把这个情报及时向组织汇报，而且要全文。但是一张纸都没有，该怎样把全文带出去呢？处座，有了这些人，我们在延安就等于有了眼睛，有了耳朵。真没想到啊，我们行动处会出了这么多的人才。啊哈，明天我就去找局长，给你和赵楠请功。我就算了，还是给老赵请吧。哎，这前一阶段我一直在美国疗伤，这处理的事儿都是你一个人来运筹。这功劳少了谁，都少不了你。处长，我不是为了立功，我是为了消灭共产党。如果都像你这样为党国尽忠，区区一小撮共党何足道哉。处长过奖了。哎，那个孟朝阳是刘明远点着名要到电信处的吧？是啊，当初我请示你了。我本来是想给他们个脸。哼，会不会给脸不要脸呢？啊，处长，抄写备份文件需要复写纸，去找徐秘书。处长。哟，龚小姐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不是说过谈判以后你就能找到我妹妹了。哎呀，我不是不帮你找啊，可你看这形势瞬息万变。不过你放心， 我会努力的。哎呦，这句话我已经听了无数遍，耳朵都要起茧了。哎呦，你要是帮我找不到的话，我就去找共产党。哎呀，你上哪儿去找共产党啊？去延安。哎呦，哎呀，我的大小姐，上我办公室谈，上我办公室谈。徐秘书。啊，孟科长，我来拿些复写纸。啊，要多少？给我10张吧。好。来，正好10张。行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龚小姐，你净说孩子话，你是军统的人，你说到延安怎么去？共产党能告诉你？反正为了我妹妹，我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哎呀，我一直在四处打听你妹妹的下落，神明可见，你可别再难为我了。干点好事就以为神明知道，干了坏事别以为神明不知道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问神明去。你是军统里最聪明的女人，我可是比你多吃了几年饭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你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没有没有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我一直拿你当小妹妹。不过你相信我，你妹妹我早晚要帮你找到。那还是趁早的好。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擦粉要往脸上擦，千万别擦在不该擦的地方。你看我这张老脸，擦再多的粉，还有哪个年轻的女子会喜欢我呀？还不如擦在屁股上，免得生痱子。那倒也不一定，这万一要是天上掉下个韩妹妹，她看上你了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呢？对共党之策略，若不速予剿除，不仅8年抗战前功尽失，且
贻害无穷。哎，龚少校，龚少校，你去哪儿？回宿舍。可你还没编完呢。让刘明远他自己编去吧。就当是支持一下我的工作。你编完了就先走。好了，我们从头开始。对共党之策略，若不速予剿除，不仅……什么破笔？这笔还破啊？这五美金一杆的原子笔，要不是有这笔，我现在还得一张一张的誊写呢。怎么了嘛？一惊一乍的。公杰，谁欺负你了？用我的吧。好，我们从头开始。对共党之策略，若不速予剿除，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，并且贻害无穷，使中华民族……刘明远禁止他们携带密令离开，门口安排了哨兵。该如何将复写的电文带出去呢？高志华心中纠结着这个难题。都立所属，努力剿共。坏了吧？没油了，我给你换个笔芯吧。谢谢啊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啊，处长，都编译的差不多了，原本可以归档了。哎，密码编译完了吗？我还差一点点。我还差两段。龚少校，龚少校。啊，算了算了，让他去吧。译完了。龚少校，请接受检查。让开。嗯，这，哎哎，那，嘿。诸位，为了避嫌，大家都要接受一下检查。你带他去检查。徐秘书，你带孟科长和段上尉去检查检查。是，请。徐秘书，你以后再检查，干脆整个浴室是吧？检查完了呢，还能洗个澡啊。再找个姑娘是吗？一个不够，得找俩，还有科长呢。孟科长可是正人君子，不玩这一套。处长，处长，全身都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嗯，这是谁的？啊，这是孟科长和段上尉的。打火机是谁的？我的。你还挺洋气，
用起美国货了啊！朋友送的。嗯。原子笔呢？啊，我的。都没油了。下次要记着常换啊，免得有用的时候找不着笔用。啊，我回去就换。啊，诸位辛苦了，回去吧。是。有事吗？啊，过来看看，我的笔忘在办公室了。能借支笔给我吗？进来吧。啊，王长笑，能把今天我给你换了笔芯的笔借给我吗？这支？啊。这不是一样用吗？我以前有一支笔，跟这一模一样的笔，结果被我弄丢了。别人送的？是。女人？算是吧。谢谢。出皮了啊！天天盯自己人，真没劲。我说，你就别抱怨了，盯自己人好啊，起码他安全。什么破烟呢？啊！还给你。哎，干什么？没什么，给你看看手相。看出什么了？看不出什么。我有事，出去一下。
二位兄弟辛苦了，行动处的吧。你说什么？行动处的？没听说过。大哥，我们是路过的。哎，慢点慢点。干什么？这拔枪了。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啊。你们两个回去转告赵楠，有空我约他喝茶。是，明白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没意见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没有，请便。走。孟科长，您那枪没开保险。他约你在西园子街头。直接拿枪顶我脑袋上了，我怕闹翻了脸不好收场，只能停止跟踪，由第二组接力。好啊，孟朝阳绝对想不到，我为他派出了三组人马。还是科长想的周全。是是是是是。科长，怎么样？他们进戏园了，快跟我走。啊，走走走。听说孟老弟要请我喝茶。哼，没带那么多钱，请不了你那么多兄弟。没事，我请。坐。哎呀，有意思啊。孟老弟真是有雅兴啊，喜欢看这出。哼，偶尔放松一下。小心点，他是军统行动科科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打过交道。那你先撤吧。放心吧，我乔装过了，他不见得认得出来。嗯，点心不错，来一个。我不爱吃甜食。还是孟老弟会保养啊。孟科长最近在忙什么？忙工作。
重庆最近比较乱，孟科长出门一定得小心点。谢谢提醒。他现在变聪明了，故意当街拔枪，既警告了特务，也提醒了我们。他急了想见我们，肯定有重要情报。哎呀，最近共产党也学精了，为了搞到情报，喜欢在我们身上偷偷地安装这个窃听器。孟科长，我有一个无理的请求，不知该不该讲。是不是要搜我？哎，这怎么能叫搜呢？这是为了你的安全。客气了。哎呀，辛苦了孟科长。哼，搜得那么彻底，还是赵科长辛苦啊。还得麻烦孟科长把嘴张开。好了。赵科长，你不会以为我嘴里能装窃听器吧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父亲呢以前是个老中医，年轻的时候我跟他学过一点点的皮毛。刚给孟科长看了一下舌苔，舌尖色赤，表明心火上炎。孟科长是不是经常头疼失眠，有心事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好了，不打扰孟科长看戏了。赵科长慢走。留步留步，小孙，把孟科长的账结了。哟，这让我说什么好呢？都是自己人。好了，那下回我请你。好，走。你们四个在这守着。好，你是你罗子盯住啊。你是，表哥，太危险了！你们要是早来几分钟啊，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。不会，我们还有一起过胜利的那一天呢。谁啊？我。啊，还没睡啊？干嘛？跟我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当然是有重要的事了，没准儿还能知道你妹妹的下落呢。哎，快走，车在下面等你呢，快点啊。怎么，是不是有什么情况？重庆谈判后，蒋介石又颁布了剿共密令，这是密令的全文。
蒋介石让所有部下对我们做好一切的作战准备，他还把大量的美国军火和医疗设备运往华北和东北，那两个地方可能有大仗要打。你口述给我不就行了，还带个全文出来，多危险啊。我琢磨了一下，觉得还是把全文交给组织比较好，这是蒋介石阻碍和平发动内战的有力证据。来来来来，上车上车。干嘛去啊？哎呀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对，如果我们把这份密电发到各大媒体上。聪明。嘘，小声点。还有什么别的事吗？没了。为了你的安全，黎晨我们暂时不会动，但他也起不到什么破坏性作用。老周让我替他向你道歉，不该怀疑你的工作能力。都是自己同志，没什么好道歉的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，重要文件，直接发延安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高志华同志弄来这么重要的情报。是啊，明天就让他们发表在各大报纸的头版。好。龚少校没来啊？没来吧，他都两天没来了。啊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这学生上街游行了。游行？哎，你没看今天的报纸啊？没看。科长，你看。哎呀，这剿共密令怎么登报了？你是没看见，这西南大学学生上千人嘴里喊着委员长破坏和平的口号，这架势这警察都拦不住啊。这帮学生里面肯定有共党，这么多人得注意安全。注意安全？警察得注意安全，学生那么多。可是这剿共密令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？而且这报上登的都是全文呢。喂，处长，我是天龙啊，现在
急了。